第6次了。这个展会是我们必来之路，必须过来。春节，作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提前布局已经布好局了。我们正在做明年的计划，已经在议程当中了。今年是第4年，从第一年到现在第4年之间，来客数是我感觉是有慢慢的在成长，是对我们，那相对这段期间也有认识了蛮多的日本的客户，我觉得对于开发日本市场是有蛮正面的帮助。这个日本东京 MTech 机械要素展已经是我们公司每一年固定会来编列预算来展览的重要展会。对，明年已经决定要参展。事实上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有开始参加大阪的 MTech， 那我知道还有一个名古屋的 MTech 目前还在观望考虑中。从5번째参加过什么오사카에서도좀하고있고그리고도쿄빅사이트에서하고있고요한5사정도해서견적의뢰를직접보면갖고오셔서견적의뢰를요청을하셨고요그리고견시회끝나면한번영업사원을좀보내달라라고말씀하신그업체도있었고요한5억에서10억사이정도는있지않을까싶습니다 사실저희같은그작은기업이일본에와서따로영업하기가힘든데이런기회들을만들어주시면저희가뭐찾아가고이런부분들을좀미숙하더라도고객들이직접오셔서저희물건을보고판단해주시고견적의뢰까지연결될수있는부분을만들어주시는그런다리역할을해주시니까저희는참도움이많이되고있습니다벌써다예약을자리선정을해서등록을했고요뭐내년도그렇고후년도그렇고계속참가할생각입니다